Hello，今天我们从好事多买了一组迪士尼动动车游戏组。这游戏组看起来好多东西哦，我们看看。哦，它这里有介绍哦，它有四台小车车，然后一个。好，它还有一个游戏垫哦，游戏垫它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哎，让车车穿过的洞洞哎，是米奇造型的哦。那我们来看看。打开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哇，这个小车车后面哦都是洞洞的设计，材质非常的精致，一点也不粗糙哦。他们的小手也可以轻松的抓握，这个是适合婴幼儿玩的柔软材质。这组玩具呢，可以让宝宝从豪华游戏组发现迪士尼欢乐的魔力，让孩子与迪士尼角色小汽车在米奇造型的红色轨道上竞速，在弹跳床上跳跃翻滚哦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好丰富的小玩具哦。我们东西拿出来喽！哇，它这还有附一个超大地垫，而且地垫上面好多迪士尼的角色哦。这地垫的大小啊，是大概90×120公分，所以它铺在地上也很好玩哦。那我们现在车车的玩具装好之后，它这个就是车车放后面是。小朋友推，他就是往车子往前跑喽。是要从这边开始。好，好，翅膀要高一点，他才行。咻。对，旁边。对，米奇来喽。我可以两个。好，来走。咻蹦，好，换我米奇。他这个车子都做洞洞设计哦，其实很好。这样抓握，所以小朋友都很适合。也适合他们训练，他们抓握。好，冲 go！ 对啊，你看芝宝抓得很好哎，一次就可以抓两只手。好，他这还唐唐这边玩的、啊、是一个弹跳床哦，他这个是唐老鸭造型哎，你看，很有趣哦。来，唐唐玩一下。这是冲啊！我可以往后飞哦，我可以往后飞哦。哦，还往后飞哦。嗯，我的是可以的。哦哦哦！它掉下来，这很安全。其实训练抓握就可以跟他们玩小车车，也很棒。咚。好，下一只，下一只。我会慢慢弹的。啊。好，下一只。它的盒子。那太大意了吧 ？Happy 嘟嘟嘟。哇，弹超远的哎！这米奇弹超远的，是狂人弹哎。哇，这个耳朵还会动哎！
好好玩哦。吃饱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哇，好快呀！这个地垫的厚度也很厚哦，小朋友站在上面也很安全哦。好，这组迪士尼动动车游戏组真的很好玩哦，适合小朋友抓握啊、训练都可以哦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Costco 买一组回来玩哦。那我们的游戏开箱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我眼睛怎么不见了？